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你骗了我。不，我只是不辞而别。你苏恒没有真心，更没有真情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圣火。若我说我取走你的圣火，只是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国都，我的世界，我的身边。我不会再信你了。是的，慕容安，你伤不了我，别让我伤了你。这样的你才是世间绝美。还我圣火。好啊。圣火包含着迷雾森林的诸多幻术，我只能还你一半。还我圣火。如果没有圣火，我将失去我的国家，我的子民，还有我的一切。所以圣火我只能还你一半。圣火是迷雾森林的瑰宝，守护它是我的使命。如若你不还我，我便杀了你。以你现在的状况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除非你使用魂舵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如果让你在我和王位当中做选择，你会选择什么？如果让你在我和王位当中做选择，你会选择什么？你真的要使用魂舵？真的要这样对我吗？你处心积虑做的，难道就是为了你的王位，为了你所拥有的一切吗？好，我输。你没有输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。留下来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
这么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呀、啊？怎么还不出来、啊？可不是呢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哎呀，这是陈国的大事啊，您快进去催催啊！可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大王的脾气、啊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这些？当心大王会被那个妖女给……啊！哎呀，俊达。